哎，你们不这样。干嘛？哦，我的麦克。主事要爆炸，要爆炸！年轻人最年轻的一个小年轻，然后旺旺，今年不是狗年呢？可是兔子没有声音，兔子要怎么叫？兔子没有声音，兔子又跳，只能 boing boing boing。来来来，四个月，对，四个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对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1月5号回来了，难怪就变得更精神。可能那个用的变黑了，不会啦，变黑没有啊？没有吗？哎，有，应该有。我怎么觉得脖子变黑？没，也没有变壮啊。我没有超大四个月，其实没做什么。对啊，没做什么，真的没做什么。对啊，不会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真的。不是红兔大展吗？不是红兔大展吗？我是歪歪。下一个是红兔大展啦、啊，怎么大吉大利，好运旺旺来，好运旺旺来，这么还，说到不一样的句子，就跟你说红兔大展，你还真的，好，下一句，下一句，哦，下一个要红兔大展，准备好我们就，耶，你几岁？准备好我们就要走了，班里面的老师很晚了，我帮你到，他们就帮我搬钱。哎，你要紧张，是葡萄汽水的概念。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小孩要祝你行大运。好好啊，那就行大运。OK 啦。鸡年行大运也可以，狗年行大运，每一个都可以行大运。兔年发大财也可以啊，什么都发大财。开始了，来，兔年行大运，嘿，嗨，炸 K 来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我们跟大家敬酒了，大家开心，结束，结束，现在。哎，兔死狗烹，还有什么？守株待兔。守株待兔。太欢乐了，我怎么只有？